是跳的。你有唱插曲？对，为了而且是自己创作吗？对，自己创作的，我写的词，因为我觉得《女兵日记》给我们很多的正面能量，包括跟演员们的相处。因为我们有群组互相勉励，包括拍摄各样的各式各样的场景，受枪仪式、受枪代表那一场，在屏东最酷热的太阳、最磅礴大雨，都不怕不换啊！我觉得换回来最好的都是微笑的力量，所以我写这首歌叫做《微笑的力量》。OK， 所以是这部戏里面的插曲，是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听到天文的创作，然后才华的表现。对 ，OK， 好。可是刚刚那个戏的过程，我可以请教那位寡闺妹呢？是我，是我寡闺妹。寡闺妹，这边请来一下。你的龟有带吗？你的杯在屏东，生活道具什么的。真的好 ，OK。你会不会觉得那个角色演起来，真的让自己觉得整个人都活过来的感觉？前面很抗拒，但到后来，因为感觉上是妈祖婆公，真命天子在这。就是一开始我就是完全不想去，但是因为进入军中，其实当然像刚刚天蛙讲到，就是可能是有喜欢的人，但其实在军中感应到，就感受是感应。感受，你连实现都讲成感应了 ，OK， 好。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情谊、嗯，然后让我决定留下来，就是我们剧中想要呈现给大家的情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等在过程当中笑死了。那等一下，到时候大家真的在看我们所有的戏的时候，一定会觉得非常非常精彩。对 ，OK。因为我一开始超差。好，来，谢谢。雅竹呢？雅竹呢？来。淑静。哦，淑静。哦，所以你叫淑静。淑静是陈东取的。哦 ，OK， 好，那请问一下，在拍的过程非常辛苦，因为其实一开始体力很难负荷。对，你有昏倒过？你还昏倒过？我觉得一开始受伤。你要去当受伤代表，你昏倒。我道歉，但我现在已经不会了，我现在体能已经很好了，姐妹，我现在没有再昏倒。OK， 所以真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好，那虽然很辛苦。就是一开始的时候，体能还没有训练到那个程度，然后那天受伤典礼实在是站太久，然后中暑。对，那现在我已经这都是过程当中的一些的辛苦，但是看到成果，我相信跟现场所有的来宾都一样，跟小贤刚才的感受一样，是笑着含着泪看着自己的成果。OK， 好，再给他们大家热烈的掌声。谢谢。那 TVBS 的记。即将在7月10号下周二开始，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上映。收视长虹，一飞冲天，勇夺冠军，请所有的嘉宾请祝酒。第一名的大戏《女兵日记》，收视长虹，勇夺冠军。来给镜头拍一下。收视长虹，一飞冲天，旗开得胜。来，我们的现场所有的，哎，各位大哥有拍到吗？来，再比一个祝酒的动作，好不好？来，董事长，再比一个祝酒动作，来看中间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看中间。看中间。后面的兵自己找饭吃啊！来比一个赞，女兵日记赞。好，那我们把冰雕先，是不是先请湘慈、小贤、罗平、杨琴来天文？来，后面的兵往旁边先退两边一下。来，我们请五位先让所有的摄影大哥大家一起拍个照，好不好？海军的军服一向是在所有的军服里面，大家觉得最像马的军服。来，视线中间。来，女兵日记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所有的女兵请出列。来，女兵再靠一点，哎，小心不要掉。
2018年 TVBS 第一出自制的第一名大戏《女兵日记》。好，谢谢所有女兵，接下来所有的男兵，来来来来，军官男兵，好来，帅气一点拍啊、哦！来，一样，《女兵日记》赞，第一名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在这。不用走，不用。